大家好，我是王温暖，我现在是在贵州地区，那么离遵义还有100多公里。我听说贵州地区摩托车是可以上高速的，我现在是到了三元站的一个收费站，我们的中通道收费站。摩托车不能上高速啊？我是想问一下，我这个三轮车不能上，还是两轮车也不能上啊？都不能上啊。那好，谢谢啊。在我国，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明文禁止了摩托车不能上高速。摩托车能不能上高速是由当地的政策规定的。我之前骑摩托车是在新疆跟甘肃、湖北有上过高速。那么新疆跟甘肃是免收费的，湖北听说是按照小车的费用收取的。但是我当时过湖北的关卡的时候，他并没有给我那个通行卡，然后我下高速的时候收取了部分的费用。那么除了我刚刚说的，我还知道海南可以上，那么还有哪些城市跟省份是可以上高速的嘞？欢迎大家留言。之前9月份的时候出了一个政策，大家都以为摩托车可以上高速了，其实没有的，只有部分的地区跟省份是允许摩托车零卡上高速了。那么现在问题又来了，摩托车上高速到底安不安全？那么我们先来说说允许摩托车上高速那些省份对于摩托车的要求啊。证件齐全是必须的，那么要佩戴头盔，摩托车的车身不能超过多少一个尺寸，不能载人，那么靠右行驶，最快速度不能超过80码。如果遵守了我刚刚所说的一些条件，那么我个人认为摩托车在高速上面行驶是很安全的。因为国道的路错综复杂，弯道又多，有一些突然窜出来的人和动物，还有突然冒出来的大坑，这些都是很危险的。相比较高速的路况就很安全了。那么很多人会担心摩托车上高速很危险，那你遵守了交通规则，不飙车不超车，安全驾驶又怎么会危险呢？当然很多人担心摩托车危险，它不仅仅是在高速上面，而是在任何地方。因为摩托车一旦发生事故，它的毁灭性就是巨大的，所以不管是在高速上面还是国道上面，我们都要遵守交通规则。虽然我是骑摩托车旅行的人，但是我也特别讨厌那些私自改装车炸车的鬼火少年。希望大家都能遵守交通规则，安全出行。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来了，摩托车到底可不可以上高速？你支持摩托车上高速吗？欢迎大家留言讨论。